是 Into One。毕业演唱会其实有一个彩蛋，就是我们为了这场演唱会已经排练了好几年。是，对。祝贺大家毕业了。更沉稳，更放开放松，成熟，成熟。对，我跟他一起一样，就是更放松，更就是我打开了我自己，我觉得我不紧张现在。对，我觉得我更放松，更接受自己，更快乐，更开心，更有野心了，更自信，更坚定，更成熟。跳舞稍微好了一点点，编曲和唱歌好了，面对更多观众的时候自在了很多。对啊，不容易紧张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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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幸运的是我们都陪伴在彼此身边，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对。泰国演唱会，对，很爽。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是苏州那苏州音乐节那场，对对对，真正的是第一次我们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就是在现场互动，是真的第一次的。对，而且大家都是为了 Into One 而来。对对对对对，而且很多人。对。压力很大的，就是马上要到解散了，因为越到解散呢，我们其实要面临的活动啊，这个演出啊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在这种多重的压力底下，包括我们在这最后结束的时刻也要开始准备个人的工作，对，就这种双重的压力是。我有个感受，就是我们开团体演唱会的时候，因为我们观众很多嘛，对吧？但我心里是非常清楚，如果毕业以后我自己开歌群的话，是不可能一下子要达到这么多观众的。但这个东西它又真实的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所以我或许我可以以这样的情况为目标，以后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努力，反而是动力。我觉得对大家来说的是是没错。之前的演唱会给我带来的感觉更多是学会在舞台上放松，然后面对这么多观众如何去把紧张化为动力。没想到会有一天就是回家，然后在家里的那个国家跟我妈妈跟我姐姐和弟弟互动，就是感觉梦成真了。因为我会把我观摩的演唱会当中大家我觉得很帅的那种状态啊，或者表演，去试着在那个我们的演唱会上我表现出来，然后我再去看视频，看我会不会跟我欣赏的团体一样那样的好帅气。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能去国外去开演唱会，演唱会可能都没有想过，但现在实现了，就感觉特别开心。包括像是之前在苏州开的那种演唱会音乐节完成的那个舞台，我就特别开心，我觉得自己进步了很多。这次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种好像车到山前必有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这两年来我们一直觉得就是好像一直在等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在结尾的最结尾居然给我们等到了，所以我最大的感受是这种感觉。我们在家的时候我可以跟李默说中文，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李默我的中文就是变得更好，所以谢谢你。我觉得通过聊天你可以就是变得更好更快。对，然后中文课学习的那种词是很难，而且上课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熟悉这个词怎么用那种的感觉，但是马上可以聊天，和他们一起聊天，而且他们也可以说其他的语言，因为也是日语也是，所以我不懂的时候他们马上可以告诉我。对，所以对我来说学习中文的最好的环节吧，这里是。Into One 的活动的时候，这边的人 like 每次都帮我的中文，所以他们让我 like 继续铺好也 like 我让我自信啊，他们让我自信的，所以谢谢。对啊。
我觉得不管学什么语言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又敢说错，因为如果你不敢说错的话，那你就不会学到对的，所以得说错的说多一点就好，因为旁边的人肯定会帮你解决好的。我觉得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除了我们都上课为了准备 HSK， 还有一种就是去看电影，就是中国电影，中文的电影，就是会让我们外国人学得很快，学很多。比如说爱很美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谢谢大家。目前来说我的小目标就是把这场演唱会可以和大家一起完成的非常不留遗憾的完美。我也是这次先目前的我们的演唱会完全的成功，然后未来的话我们就不同的风格，可能不同的工作什么的，但是我们的未来都很完美的。对我来说我没错过的作品、然后来给我想给观众们看，尝试新风格。我希望在未来每一年最少一次我们可以一起玩，这是我希望的一个事情。可以，对，可以吃饭，可以玩，可以。我真的很希望有机会，我们聚的时候是在我那个新的地方，我住的那个新的地方聚的。可以。最近的小目标，我没有什么小目标。那我希望我们的演唱会能够顺利，然后圆满的结束。我希望424之后，我每隔一段时间，我碰到我成员们的时候，我会发出感叹：哎，我怎么感觉你比以前怎么样了？但是好的一方面，我就说不上来的变化的。那这样吧，下次如果见面的时候，你是谁啊？因为每天跟你们待一起的时候，我看不到说很明显的跟昨天有怎么样的，你懂我意思吗？懂。希望就是424就是成那个结束之后，就是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吧，不要留遗憾。你可以好好的享受这段时间，然后好好加油。要哭了。我希望我们的演唱会可以很圆满、很顺利、很成功。那我的目标也是，希望这次演唱会可以圆满成功。谢谢你们。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各自的道路上面可以一帆风顺。然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然后努力的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又努力又未来。我相信大家都继续努力，所以我们的未来是肯定很好的未来。就一句话，加油。我希望你们能够每天开心，有很好的未来，很开心的未来。好的。我希望大家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自己，然后以后就是大成功。 OK， 可以。我希望大家未来都能够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亨通，千事吉祥，万事如意。我希望未来大家如果有需要互相帮助的时候，也可以随时call我，我也希望我随时能call大家。那明天可以叫我起床吗？明天叫你起床吗？还没结束呢。不是，我在想我解散之后，我说有一点饿了哦，怎么办？服务员，你电话吃多少？帮我，待会儿帮我点去送外卖。我希望你们以后能发大财，吃穿不愁，天天开心。也是一个很实在的祝福。我希望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热情，然后一直追着自己的梦想。也很好，好。希望大家。再忙也要身体健康，快快乐乐。身体和发财都有。好，谢谢，都是实在挂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这个非常重要。好，好，谢谢。